骑虎难下。独孤皇后是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的皇后。在隋朝建立之前，杨坚是北周的随州刺史，被封为随公。那时候周宣帝死了，晋帝即位。启禀陛下，现在兵荒马乱，陛下又年幼，需要有人辅佐，我来做宰相，帮助料理朝政。杨坚把国家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，晋帝成了一个十足的傀儡。大人，你现在已经掌握了朝廷的实权，何不登上帝位呢？现在的形势好比你已经骑上了猛兽，中途岂可下来呢？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。杨坚经过诛灭安排，把晋帝给杀害。骑虎难下比喻事情既已着手，即使遇到困难也没法中途停止，只能干到底。好比人骑在虎背上很危险，想要下来就更危险了。